地处杭城西大门的西湖区留下街道，历史文化悠久。南宋高宗曾欲在此建都，西溪且留下一语成了留下的证明。2007年11月，在西湖区行政区划调整中撤镇建街，设立留下街道。留下街道与西湖风景区、西溪湿地公园无缝连接，双溪合并。辖区总面积36.1平方公里，总人口16万余人，其中常住人口近3万余人，外来流动人口8万余人，高校学生5万余人。作为杭州历史最悠久的千年古镇，文化底蕴极其深厚，民间艺术项目十分丰富。随着全国上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普查工作的深入，留下街道独特的地域民间艺术西溪雅木联系、西溪小花篮编制技艺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梅花全酒酿造技艺、三山乡市留下茶室商贸文化被列入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仿景泰兰掐丝漆画工艺、民间灶头画艺术、留下茶室习俗、7月30点地竹、三山乡市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渐渐被外人熟知。木莲戏又名劝善戏、太平戏、宗教戏，是流传于民间的一个古老剧种，因木莲救母故事而得名。据记载，木莲戏最早出自印度佛教经文，西晋年间265至317年传入我国，唐代将故事改编为说唱曲艺，经历了从经文到变文的过程。到了明代，安徽祁门清溪人郑芝珍于明万历七年1579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撰写了新编木莲救母劝善戏文后，正式有了木莲戏文，有了成熟的唱腔和唱词。该剧搬上舞台后深受大众欢迎，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剧种，即木莲戏，开始在安徽祁门、石台、黄山一带流传，后遍及浙江、江苏、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同时又被其他剧种移植，自明至清300多年经久不衰，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活化石。西溪雅木莲戏历史悠久，据浙江傩戏作者沈祖安先生介绍，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临安、杭州和会稽、绍兴都有演出，当时在城隍庙和东岳乡试有百戏会中。据杭州和绍兴的府县志记载，杭州的浙东的傩戏活动是经常举行的，杭州老河山下东岳庙及西溪老东岳庙的傩戏在清初最盛，木莲戏已称准傩戏，这是老东岳庙会演木莲戏的初阶段。西溪老东岳在建国前民间演雅木莲戏为老东岳庙会的社戏，清末明初表演者主要来自绍兴一带的乡会。抗战胜利后，西溪老东岳村民自发组织演出过雅木莲戏折子，剧目有木莲救母中的活捉刘氏、宋野更范等。参与演出的群众演员和音乐伴奏者近20人。西溪老东岳雅木莲戏约1947年在老东岳庙会和三方庙会期间曾登台表演，很受群众欢迎。解放后，雅木莲戏表演已无形消失。为传承发扬西溪雅木莲戏，社区年轻一辈决心重新修复这一古老剧目。西溪雅木莲戏剧组成立于2010年10月，获得西湖区文广新局的大力支持，
获得专项经费，聘请了浙江省京剧团的身段乐器专家为专业指导，边学边演。目前剧组有固定演职人员22人，其中不乏老一辈传承人的儿子孙子。西西亚木莲戏自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以来，各级政府十分重视该项目的传承保护工作，各类文化走亲下乡演出非遗展演都为西西亚木莲戏提供了很好的展现机会，观众共计约有50000人次。西西亚木莲戏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其中经典选段送夜头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好评。雅木莲戏主要以舞蹈、手势、表情、舞技来刻画人物表演情节，是民间一种独特的雅舞形式。表演时步要稳，气要沉，舞要美，动要真，简练地概括了舞蹈的风格和特点。雅木莲的乐器以木莲号、先锋号和唐锣、大钹为主，演出上场要先放烟火，营造一种与剧情相匀的气氛。如送夜羹饭，有很多风趣幽默的动作，饶有乡土特色。西西亚木莲戏宣扬的是传统忠孝观，对于惩恶从善方面也有积极的教化作用，对于弘扬传统道德、创建和谐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可以适应旅游休闲文化市场的需要。